尤露，你有拿你的尺吗？你的 ruler。哎，你看欧萱的表情出来了啊！大决赛了，嗯、我们可能叉腰了，看到吗？叉腰了。你只是在想东西的时候，你每次会很自然的。我觉得他每次在拍杂志封面，他都是在想东西。可是最会摆 pose 的新加坡艺人，你知道是谁吗？方文芳。对，我是大概知道。他最会摆，十秒摆十个哈。文芳准备。对对对，我想现场看一下这种。你很厉害，你知道吗？示范文芳，你怎么知道？我听说的，每个拍过你的摄影师都说，哇，你的偶像 is very good。哇！而我们也看到呢，永禄他重做了他的那个舒瑞啊，舒瑞啊，舒帕帕，舒帕帕。你也可以上 Mi Watch 免费随心水看更多唐朝冠冕的视频。